儿福联盟属于福利机关，对不对？福利机构，对不对？你们一定说对，小编对不对？对嘛，哈，儿福嘛，儿童福利联盟嘛，对嘛，哈。但是我告诉大家，我们都被骗了。儿福联盟的全名是什么？儿童福利联盟文教基金会，他加了两个文教，所以他的管理机关就不是卫福部。所以儿福联盟啊，他们在他们的成立的时候，他们加了文教，变文教基金会，去向教育部登记。也就是说，我今天有十亿，我只要有做教育相关的事情，甚至没有做，告博委去给你变教育的事情。所以他们去做一些教育宣传的工作。他如果没有做福利的工作，他说我们是文教基金会的，我们不是慈善基金会，因为大家都叫儿福联盟，儿福联盟。我昨天叫人去查，发现他是向教育部登记，他的业务主管机关是教育部，因为他是文教基金会。